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谈古论今，我是老潘。今天我刚去看了上汽了，这个我去了一家我们那边新开的电影院，然后电影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包场看了一个电影。新开的电影院可能是由于是中午或者是下午的关系，那还没有观众，所以我就包场看了一下。 我觉得电影挺好看的，有机会去看这个，呃，电影院看的话，大家应该去看一看的。如果是在电视上看的话，感觉有点浪费。这个场面拍得非常的好，特技效果也不错嗯、呃，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状况。比特币这两天开始拉盘，在接触了这个四万七。 零七百这个位置以后重新开始拉盘，拉盘以后，今天看一下，如果是看四小时的话，它今天已经是昨天已经是收在了这条线的上方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呃走法。但是呢，我今天也在群里面，在这个我们的会员群里面说了一下。 虽然比特币的 RSI 已经是提前突破了这一条下行的压力线，价格呢也会跟随，但是呢，大家要注意，十次里面有八次，就是当一个资产突破它的这个 RSI 的下行曲线的时候，下行压力线的时候呢，当它冲上去之后，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重新回来回测这条线。一般来说是吧？我见过十次有八次都是这样。 呃，唯一的一次是上次这一次，就是呃，在这儿从一月份开始到七月份，这个六个月的时长，它冲破了以后，就基本上没有来回测，是、啊、吧？就冲上去了以后，直接就往上走了。这一次会不会这样呢？呃，我认我认为大概率来说，还是很有可能再回来回测一下的。 因为这两天很多的山寨币呢都跟着涨了一波，然后一般来说涨了一波之后，很正常的情况就是回调，这也会对应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回调来回测这一条压力线。所以说最近呢，大家可以要应该说是，如果你在下面没有买的话，你在上面要在这买的话呢，可以先买个百分之五十的短期仓位。 如果它回调的话，你再继续买入，这样的话比较科学。当然，如果你害怕它不回调，你就直接就封某进去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呢，当它回调的时候，不要不要吓尿裤子就可以了。因为一般这个资产冲破一个一个压力线之后，这个价格压力线之后呢，它经常会重新调回这个压力线的下方，来吓一吓死一批人。 然后那些人割肉之后呢，他又会继续往上拉，就这样了。这就是比特币现在的状态，走的非常的好。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呢，是今天实际上昨天呢，股票是在往下掉，呃，特别是大盘，大盘是掉了一整天，去往上在，在这个是那个道琼斯。 它是往下掉了一大波，这个走法是长得非常的不妙的。但是呢，这 S n B 五百也是一样，也是掉了一大波。但是呢，加密货币没有跟着掉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因为一般从之前的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来里面呢，这个比特币跟这个股票的关联性是挺大的。 那现在这个会不会开始脱离这个股票开始往上涨呢、啊？这个东西很难说，要看这个庄家们是怎么想的。股票如果发生崩盘的话，我认为这个加密货币呢还是很有可能会跟着一起崩。但是如果股票能够缓一缓，慢慢的阴跌，这样的话，加密货币可能不一定跟随。但是如果崩盘，就是直接一下子掉百分之十、百分之五、百分之十，发生熔断这种情况的话。 很有可能加密货币也会跟着一起崩啊！慢慢的阴跌或者是横盘，可能加密货币呢就不会跟着了，这是我的看法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坊。以太坊呢是它的 RSI 呢是领先于比特币，呃往前突破的，所以呢。 现在比特币的 RSI 刚刚开始突破，这个以太坊呢已经突破了好几天了。突破之后，它就回来回测了一下，是吧？所以比特币我觉得它也会做相同的事情。在它回测的过程中呢，这些加这些加密货币也会跟着回测。这个现在这个以太坊还没有完全的突破它的价格上的这个压力线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应该不会太久了，很快我觉得这个以太坊呢就会突破这条下行的压力线。 ADA 也是仍然在这个三角里面震荡，但是它的 RSI 呢已经开始出呃逃出去了，所以说 ADA 很有可能再过几天也会一起逃出去呢。这些加密货币应该都会出现少量的上涨，在短期内甚至有可能会涨幅比比特币要快一些。DOT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关键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这个。 头肩顶在上方，它的颈线在这儿。如果它掉这个颈线的下方，就会走得非常的难看。当然，最近 DOT 据说很快就要开始擦超拍卖了，所以呢，可能有些人会趁机开始捞这个 DOT，导致它这个如果它能冲破这个头肩顶，冲到三十多块、三十九块钱以上，那它的这这个。 呃、啊，头肩顶呢就不带不再成立啊，这要看最近有没有人去抢购这个 DOT 来搞这个叉烧拍卖。我昨天晚上呢刚是去质押了一些 DOT，嗯、呃，质押了一百二十个来实验一下，看看好不好用。到时候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 DOT 质押好不好用啊？DOT 质押是在他这个用他自己的这个 DOT 的钱包，应该说相对安全性比所有的。 其他所有的质押都要安全，因为我质押以后，我去看看收入怎么样到时候再跟大家汇报汇报。然后其他的这个 Uniswap，Uniswap 之前是拉了一波，然后呢一直在这震荡，然后呢它形成了一个牛旗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牛旗。如果你把它放成四小时线的话。 这就是一个牛气而且现在呢已经开始突破了。现在开始突破，如果之后比特币能够维持在强势的话，这个 Uniswap 也会跟着继续往上涨。总之，Uniswap 最近是走的是非常的好，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心化交易所都基本上都被封杀掉了，那大家就会涌入这个。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，像 Uniswap 啊，Uniswap 是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大佬，他一开始拉盘，那其他很多的去中心化交易所，像苏许啊那些，呃，Curve Finance 等等，都会开，都很有可能会开始拉啊。SOL，SOL SOL 已经突破了它之这个下行的这个区间，现在正在这个地方整盘。 有可能它最近呢会开始拉盘，大家关喜欢这个币种的话可以关注一下。当然它还有可能，你看它这个地方它突破了之后呢，它也是回来回测了一下，突破之后回来回测了一下啊，基本上十次有八次都是会回来回测，所以比特币有可能也会做相同的事情。好，这些加密货币我基本上就说这些，嗯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。 MDX，MDX 对 USD 之前呢往下掉到了八毛钱，然后现在拉了回去，现在在这个地方整盘。之后它会不会再重新再回测这个呢？呃，八毛钱的位置呢，有可能。嗯、呃，可能性不是非常的大，但是呢，它有可能再往下掉一波，因为一般来说，一个资产掉到了它的低位之后。 它不会只往下掉一次，它一般会至少掉两次，两次到三次都有可能，但一般来说是回撤两次。当它再次回撤的时候，如果它能够创造一个，它能够反弹并且走的位置比现在还高的话，那就确认了这是它的底部，基本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还要再等一等，等待这个 M D X 呢再次回测它的低位。 H T 也是类似啊，H T 的这个 B T 对 B T C 我一直在看，因为它的 R S I 呢掉到了这个十三，因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它会往上拉一下盘之后呢，R S I 会再次回测二十的位置，现在是二十二，我觉得它可能还会再涨一涨，然后呢就会来回测一下这个二十的位置位置，也就是说价格呢有可能会二次的回来回测这个。 零点零零零一四四这个位置，可能不一定回到那么低，但是呢，很有可能再会往下再砸一波，再再清一帮人。如果它再往下掉一波的话，我可能会买入一些这个 HT，因为这个 Hacko Hacko 上面 HT 是 Hacko 的这个平台币，Hacko 这个公链呢，它也是比较便宜的，它的卖点就是便宜。安不安全我不清楚，但是它非常的便宜，跟那个 Polygon 一样，呃。 这种便宜的公链就有很多穷人啊，像我这种穷人就会被吸引过去。<laughs> 好，这是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加密货币的走势。嗯、呃，我要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好，嗯、呃，我们的视频今天就先说到这儿。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。想加入我们会员群的朋友可以加在视频下方的这个加入按钮来加入。嗯、呃，然后想。 加入我们谈股论金电报群的朋友，也可以加视频开头跟结尾的 QR code 来加入。呃，有一些朋友在加我的微信，但是我微信现在已经不用来做这个相关加密货币的事情，是吧？因为中国相关的规定比较严格。好，呃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就加入我们的电报群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说到这儿。呃，祝大家心情愉快，我们就在下次视频中再会，拜拜。